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味书屋，我是志恒，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，专注于各位中老年朋友的情感疏导、养生健康、心灵陪伴。您的到来是志恒最开心的事情，您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志恒越做越好的动力。如今我们老人的晚年生活如何有效解决，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。在解决老人日常生活的同时，也要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，不能只顾着老人温饱的问题，而忽略了老人心灵的空虚和孤独。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是，老人不仅要有好的晚年，更要有幸福快乐的晚年。那么在大家担忧和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，有些养老方式也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，比如很多老人和子女都推崇的去养老院，还有请保姆，但这些花钱买来的服务始终不如家人照顾的周到。养老院环境再好，伙食再丰富，那也是冰冷冷的机构，而不是自己的家。保姆伺候的再周到再细心，和老人始终不是有血缘关系的羁绊，总是差点人情味。说来说去，老人最渴望的养老方式其实还是和子女们生活在一起。今年78岁的刘奶奶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，她总是笑呵呵地对待身边每一个人。她性格开朗又热心肠，因为一些原因，刘奶奶雇佣自己的儿媳妇当保姆。刘奶奶笑着说，我一个月有7000块的退休金，拿出6000块发工资给儿媳妇，他们养我可比养猪强多了。为什么刘奶奶会这么说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78岁，刘奶奶的自述。年轻时，我是村里唯一一个上过大学的人。那个时候，我爸妈砸锅卖铁，就是为了供我读书。也好在我确实对于读书很有天赋，毕业后就在镇上当起了高中老师，老师一当就是大半辈子。我老爸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他只会种田，别的什么都不会。当时很多人都不能理解，我一个人民教师怎么会看上他。要知道，人民教师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吃香的，大家都觉得我和他根本就不般配，但我最后还是依旧选择嫁给了他。婚后我们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，老伴对我处处包容，还非常的尊重我。后来我和老伴生了一个大女儿和一个小儿子，我的大女儿遗传了我的天赋，考上了名牌大学，还在大城市找了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，并且还在大城市有了自己的房子。但我的小儿子就没那么让人省心了，他从小学习成绩就不好，还总喜欢调皮捣蛋，初中一毕业他就不想上学了，步入社会后一直也没个正经工作，天天游手好闲，一份工作坚持不了半年就不干了。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补贴给儿子多少钱了。就在我和老伴纷纷头疼的时候，儿媳妇出现了。这个儿媳妇性格比较强势，是非分明，而且说一不二。我这个儿子见了儿媳就像老鼠见了猫，还真是一物降一物。虽然儿媳妇在我们村里落了个母老虎的名声，而且我儿子也被说成妻管严，但我这个儿媳妇虽然性格泼辣了一些，人还是很勤快很顾家的，而且干活也是一把好手。只不过婆媳关系一直是家庭中最重要的矛盾，我和我儿媳妇也是这样。刚开始我还不太适应儿媳妇这么强，有一次我儿子起床晚了，耽误了犁田，儿媳妇发现了，直接拿笤帚就追着我儿子打。我和儿子的房子住得很近，都是农村自建房，儿子就跑到我家躲着。看着儿媳妇这么气势汹汹，一下子脾气也上来了。我吼道，你一个女人老是压过丈夫一头，这像话吗？你能不能有个贤良淑德的样子？我儿子今天辛苦了，就留在这休息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儿媳妇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直接冲着窗户说，要是我儿子今晚上不回家，就一辈子别回去了。大家都知道儿媳妇说的这是气话，可是我儿子却当了真，听了这话灰溜溜的就跟着儿媳妇回家去了。看着儿媳妇那个洋洋得意的样子，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，怎么就生了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呢？
虽然我和儿媳妇有时候也会发生冲突，但儿媳妇这个人还是很明辨是非的，就算我们吵得再厉害，过一段时间儿媳妇就会忘记了。咱们家从来不记仇，依旧还是经常来往，这日子也就这么平静地过着。前几年我老伴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，而我因为经受不了这个打击，身体也越来越虚弱。大女儿想把我接到城里去养老，可我内心还是希望在老家养老。我也不想舟车劳顿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人上了年纪就会特别害怕生老病死，况且村里人都秉持着养儿防老，我还有个儿子呢，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去打扰女儿的。只是我儿子因为生活常年在大城市打工，我也依靠不了儿子。儿媳妇虽然在老家跟我住得很近，但是为了补贴家用，她在家里养了两头猪和一些家禽，也挺辛苦的。我还真不好直接让儿媳妇过来帮我养老。我一个月的退休金有7000块钱，曾经我想过要不直接去养老院，省时又省力。可我又想着，我有两个子女，如果直接去养老院了，不是让他们难做人吗？别人还以为我的两个孩子不孝顺呢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没有去养老院。这个时候就只剩下请保姆这一选项了。我跟一群老友商量过这个事情，老友们建议我请一个保姆，一个月就要花5000左右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，这钱花着心疼，还不如把这笔钱交给儿媳妇，让儿媳妇做保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事儿才算完美。我觉得他们这个建议挺对的。有一次儿媳妇过来我家吃饭，我便想试探一下，我问儿媳妇现在每年养猪能收入多少钱呢？儿媳妇心直口快说，除去成本，一年两头猪差不多能卖个3万块左右吧。当时儿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也差不多有底了。我跟儿媳说，我现在老了，很多时候体力跟不上，做事也越来越费力，我准备拿我的退休金找个保姆。你也知道，我一个月有7000块退休金，你在家养猪，一年也才3万块钱。要不我把退休金给你，你来给我养老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儿媳妇估计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她支支吾吾地说，这不合适啊，说出去多不好听。我当时开玩笑地跟儿媳妇说，我退休金7000块钱，你好好算算账，养我可比你养猪划算多了。儿媳妇听完我这句玩笑话，一下就笑出了声。我一看这十来九稳了，果然第二天儿媳妇就搬过来和我一起同住，从此我和儿媳妇的关系也融洽了很多。儿子一年回家一次，看到我们相处得这么融洽也很开心。我的小孙子回老家也会来看望我，我现在真是享受了天伦之乐。我也很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，事实证明亲情固然重要，金钱也不能少，只有给足了好处加上亲情的牵绊，晚年生活怎么会不幸福呢？看完刘奶奶的故事，我们知道原来亲情之间再好的关系也需要金钱的维护。大多数老人都希望能在家安享晚年，落叶归根是老人最好的归宿。如果说自己有经济条件或者有高额的退休金，那么给一些子女好处，让子女心甘情愿地孝顺自己，这是最好的晚年生活。虽然说子女给老人养老是责任是义务，但是作为老人也要体会年轻人的不容易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子女一些好处，让子女觉得照顾老人没有吃亏，反而还有好处可拿，自然不会亏待老人。也许会有人说这也太现实了，可这就是人性之根本。不可否认，养活一个老人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，如果老人有一些自己的积蓄，子女照顾老人也会心里好受一些。有时候也不是子女不孝顺，而是子女压力太大，口袋没钱，能力有限。所谓靠人不如靠自己，自己多存钱，这才是老人幸福晚年的保障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，
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和志恒相约每天不见不散，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幸福。